文老吗？所以不是有太远，只是我欠你的远。问来只知保湿亲情，一次搞定。这也太脏了吧！你就看他那个小弟有在用那个去角质的慕斯啊，真的真的超亮。有没有？有。是，你看怎么白了？那你要把鼻头的粉刺啊、黑头啊都剪了。文老吗？没嘛，我有身体不好的。还有。毛孔很粗大啊，然后你粉刺进了一堆，你是眼巴几岁哦？平常都没在管的，然后随便说，推推吹吹。哎呦，好像真的很多嘞。你的手铐我的皮肤中间一直有很多杂质在。当镜子。怎么这么多碎屑？越冲越多。哇，还有嘞，哎，这应该叫硬。它吹吹的就是它里面有天然的生态成分，然后就会吸附一点它的脏污啊。不行。对啊，像你现在别笑，太牛太牛太牛了！它里面有抗老的黑珍珠，很适合你吧？哎，还可以抗老。还有人参、海藻，都是好东西。哦，太夸张了，怎么会这么多？我感觉哦，我这么喜欢你的瘦脸特别多。我是因为我的皮肤暗沉的部分，所以把它代谢掉了。看，你还说你皮肤很好？哇哇，有人老吗？没那么夸张，我算皮肤好的。哎，来，检查一下，正常，自己整的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刚刚鼻头那边，哎，那个颗粒都不见了呢。而且鼻翼旁边的毛孔啊，我们都清干净的。只有火花哦，而且不会涩涩的、干干的。有人老吗？你也太年轻了吧！要么就是，你不是妖精本人啦、啊！你要小心迟到，容光焕发，光芒万丈。你介绍证明真的还不错哎，我本来是自以为我的皮肤不错，但是因为我这次帮我发现我的皮肤更好。你看，你两个脸在发亮哎。你真的耶？所以不是我太老，是说我欠保养，这绝对公平嘛！这个年轻又白的男人就算了，只要三分钟，面白、紧致、保湿、清洁，一次搞定。这个人容光焕发，光芒万丈。但是可以关注我的，你要用自己去拿。你帮我买一下就死了，舍不得离开。给我感觉这瓶我的效果不一样，笑不出来，可以吧？